级别之夜最暴力的鉴定来了，全身15段无级别，120件160装备鉴定。15段的无级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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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5段的无级别和15段的无级别，10段的三法伤，10段的四法伤，10段的三防御，10段的双属性，多多少少有点强迫症啊。镜台，善恶法防镜台，归宿没镜台，死亡没镜台，亲宿镜台，死法善恶，洗出三个技能的引攻啊，力劈避雷。他在连续半年参加无级别之夜中，终于总结出了一个规律：只有160的多了才能不亏，或者是少亏。532敏魔，560、557、546、538、570、548、517、561、533。从他的原神打造出来的属性能看出来，他这次采用的是人海战术，也就是原神的质量不高，但是数量过多，数量过多就会出专用，出完专用质量就会高啊，专。551修理，520、558绝杀，568、548、532、589精致，562、589、628啊，一不可。第九把剑是个特技，553577笑里藏刀，550617516下把是特技，特技光辉之甲610540562，这波有高伤的原神，而且出了俩特技，关键是他没有双加呀啊，出个砖砖砖砖砖啊，物理暴击几率，绿星诀520加敏，622白板，537白，541白，物理暴击几率白，573白，绿星诀白，我要开始装逼。哎，卡了。552529601609562534539516加力586一修理578。刚才上一波有几个高伤的？可以。哎呦我操，怎么是为我所用呢，兄弟？515517567570530630623，专用会比现在的武器伤害高出 1.05 到 1.1。我靠，596612啊，命中不高，伤害不高，耐久国标啊，啥也不是，532541。你咋能是个白板呢？509532529法术伤害结果减免，512526538535619687，好命中，好伤害，没双加，没蓝字，539和544。你见过三条腿的蛤蟆吗？单加的属性其实它有的时候会比双加还高。我靠！我靠！他妈的，一修理加法术暴击几率啊！不磨就舒服了。560505提敏，568555553。526536523529，这波原神咋整的呀？七个小矮人，580523，550562，516548，冥顽出专用，冥顽出不磨，冥顽出专用不磨，21敏，56敏，554，543体磨，521，567，539，563，563，556，成就。成就 OK， 鞋子有一个新的成就，应该是选择的余地里的琴音三叠啊，笑里藏刀加迷踪，笑里藏刀迷踪，迷踪是鞋子的专属部位，鞋子的迷踪是不是等于腰带的愤怒，鉴定迷踪笑里是不是就等于出现了愤怒笑里啊，分析的有没有道理，坚固。第一次的成就全都出过了，乾坤挪移不太狠，腰带愤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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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妈！腰带每个都谈成就，就是没有愤怒成就。下排的三个腰带全带蓝字，一个一修理加物理暴击几率，一个物暴伤害 4.95， 一个坚固加法术暴击伤害。这破天的富贵，一个坚固，一个一修理，三个装备，五个蓝字，全8BQ。这破天的富贵，我拿可口可乐瓶盖接的，这特效出的，特效蓝字，蓝字特效，特效蓝字。
怎么搞的？兼顾你来个愤怒啊，一休里来个不磨也行啊啊！豹子白板又是一休里，我再也不想看到一休里了。金身罗汉，乾坤挪移。说合出一只十一技能啊，镜台自带天猴，并且打成了全红。现在他有一个问题，征集一下大家的意见，这只宝宝要不要拍善恶？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超级技能里有超级壁垒，但是没有超级善恶和超级 DP， 所以说我觉得啊，以后的壁垒超级壁垒可能会颠覆一下现在的工宠，而且你只是出的早，他又不是永远的低阶猴，我觉得不拍啊，我觉得不拍。而且这只宝宝你冥思慧根都没有，你掉个高壁咋整啊？你全力加点吗？全力加点要什么镜台啊？对不？几下就没蓝了啊。好，双成就舒服，再来成就舒服，下一个成就是牛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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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483457537，又是一把高伤，真爱出高伤啊！这把武器除了伤害高，命中也高，双加也好，可惜没蓝字44145946445145141，减一加新鸟，可惜是140487，来加速，420462420491，提灭双加，破血精致428485140460420483459绝杀。80级的戒指出了一样的加成，治疗伤害治疗，你误爆也行啊，直接出了答案，还是个狂爆，误伤伤害，误爆伤害，双抗误爆，三狂爆还是防御位，其实三狂爆防御位的反而不难受，伤害位的你会觉得有点浪费，法爆加误爆，牛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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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因为出轻轻160的专用无级别就没有激情了，我靠，541差5点极限还加力，你他妈效力藏刀神佑放这个多好呀，我靠，效力加神佑爆了75点伤害，没有双加，没有双加，差距离天科第一神器还差了个简易啊。